有颁发嘅咧，就会系咧一个全年最具人气嘅 MV 大奖。所以咧，我哋即刻要请出我哋嘅颁奖嘉宾，佢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先生 SBF JP， 有请。有请马生。好，麻烦议员帮我哋咧，就系即刻揭晓啦吓，个信封喺度。即刻咧，我哋会揭晓全年最具人气 MV 大奖，包括有金银铜嘅得主嘅。首先系铜奖嘅得主。全年最具人气 MV 大奖铜奖，明知故犯，主唱胡鸿钧，导演 Jackie Lee。好，有请马生。麻烦佢度为我哋咧，就系揭晓银奖。当狗爱上猫，主唱郑俊雄，导演 Jackie Lee。Fred， 郑俊宏。回头变乡友，谁人只要不满，随时亦可豁然后。多想。谢 Fred 同我哋讲几句。首先好多谢 FBI， 好多谢唱片公司星梦娱乐，好多谢我老板 Herman。亦都好多謝寫呢首歌嘅張家成、楊希同埋拍呢個 MV Jackie， 我冇會繼續做好自己嘅音樂，同埋希望會拍多啲好嘅 MV 俾大家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好，恭喜曬 ，Fred， 恭喜曬。請到後台準備一下，唔該。嘉獎嘅時間交俾銀獎嘅得主鄭俊宏，唱出《當狗愛上貓》。为何人觉得花猫那么罕有？为何能驯服到头也是成就？围住你兜圈似毒咒，你眼光从来停在那窗口。从无人会觉小狗也都很罕有，明明谁遗下了它？如情谁还有？从无人提示已被放逐了有多久？谁人得到一切仍然未足够？谁人空了双手仍然在守候？不可以不透，都想一秒拥有，别放手。陪伴我出走，谁人只要开口回头便享有？谁人只要不满随时亦可没然后？多想你逗留，心机已用透，门后不理昼夜依然看守，等你独有。小狗也都很罕有，明明谁遗下了它，照样留守。如情谁还有？从无人提示已被放逐了，已经多久？谁人得到一切仍然未足够？谁人空了双手仍然在守候？可以不透，都想一秒拥有，别放手。可否陪伴我出走？谁人只要开口回头便享有？谁人只要不满随时亦可没然后？多想你逗留，心机已用透，门后不理昼夜依然看守，等你独有。
滞仍然在追究，谁人空了双手仍然在迁就，但可以不透，都想一秒拥有别放手，可否陪伴我出走，谁人只要开口回头便享有，只要不满随时亦可豁然后，多想你逗留，心已欲透，换口不理昼夜依然看守，衷心的好友。多谢 ，thank you。唔該曬 ，Fred，thank you， 恭喜曬！咁高興嘅時間咧，想請到台下咧各位嘅嘉賓啦、歌手啦、音樂人啦、製作人啦，一齊上嚟同我哋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嘅祝酒儀式。有請咁多位，我哋請咁多位一齊上嚟先，同埋我哋嘅頒獎嘉賓吳宇大哥等等。冇錯啦，其實今日咧只係一個開始啫，係繼續努力，以至到咧大家可以有一個更加發熱發亮嘅樂壇噶。是啊，咁啊，我哋 MV 嘅質素提高咧，除咗我哋嘅導演啊、歌手們咧努力之外咧，都要現場我哋每一位嘅歌迷咧，都要支持我哋香港樂壇啦，同埋本地音樂嘅發展，我哋先會有更加多精彩嘅 MV 出現噶。冇錯啦，我見到咧各位都手上面咧已經有你哋嘅香檳啦，所以咧我哋數三聲嘅時候一齊舉杯 ，OK？ 一齊講聲 Cheers 得唔得啊？好，我哋請阿蘇局長為我哋帶領啦，我哋一齊數三聲，準備一。1, 2, 3 Cheers， 拜拜！我哋今年嘅2015年度嘅 MV 颁奖礼圆满结束，再一次多谢咁多位嘅参与 ，Thank you， 恭喜晒！